这支影片是介绍从长沙市区坐地铁六号线到达机场站之后进入机场的一个动线，希望你会喜欢。下车后看到右前方这里有一个电扶梯，就沿着电扶梯坐这个电扶梯上去，往上走，反正就是跟着人潮走就对了。从市区坐六号线就可以到达黄花机场，熟悉的黄花机场，前几天有来过。啊，动线怎么走？找一下好了。我们先出站。从二号、三号出口。好的，走大件行李的位置。来这个城市最大的缺点就是整个城市都弥漫的那个吸烟的味道，来这边到最后今天要离开的时候喉咙非常的不舒服。好了，出来了。Airport 那边右前方T2，他到这边要上去的话，我确定。到第二航下左侧好，谢谢。那边也有电梯可以上去。这个机场有国际线的，也有国内线的。我们现在先搭国内线，会到厦门之后，再从厦门飞回高雄。如果你坐电梯，就从那只柱子一直上去。还是要走上面这一段路，那坐手扶梯的话就可以少走这一段路，因为到上面拍给各位看。那一头就是电梯过来的位置，坐手扶梯就少走这一段路。 OK， 这边要过安检，那我先这边进去要稍微的过一下安检，我先把机器关掉。过了安检出来就会有输送带。刚刚没拍到，从刚刚那边过来的地方上来之后，它一样这边有手扶的。那我们用的一个配套，我们是有这么多。OK。
输送带要到最前头，之后就再下到底下那一层再去倒。先暂停一下。乘坐扶梯时，请照顾从机场地铁上来之后，到这边总共有三段的输送带，现在第三段的输送带。还记得那天在前面的时候，有看到前面那个位置点很多追星族，那我们现在走的是第三段，加快脚步。前面正好没有人，所以说我们就用走的，加上这个输送带，速度会比较快。那一天就在这边，一堆人围在这里看那个偶像剧的男主角，然后上车的情形。如果你有看过影片，大概还记得。这些人是到站，我们就要准备去办的，出发。他的出发在左手边，这边一个电梯上来是准备到站要去搭地铁的，那出发楼在这里。下面那一层是到站楼，楼上才是出发楼。Terminal Two。Terminal Two。OK， 陈哥进来这边有个平面告示你在哪里。那我们今天是搭的是下航在 B， 我们今天搭下航。好的，以上影片就是我从长沙市区搭地铁六号线到达黄花机场站之后下车走到机场的一个动线，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影片，同时开启小铃铛，还有帮我按个赞。有你的收看，有你的加入，我才有继续拍片的动力。那我们后会有期。